盖棺，海区立委参选人蔡宜布袋后援会，以及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新港后援会日前分别成立。现场阁邀请来名嘴和歌手，场面是真大。啊，我这两届是我委员，我当然希望讲用我的气力，我会使去中央争取，我会使把咱行政院足济单位啊，把因拜托啊来点将积极来改变咱的布袋。所以咱看到为八里山水灾了，咱就大力来争取咱国家的排水，咱科技潭大坝的排水，咱的东江排水，啊，咱的龙江排水、龙江溪的排水，站寮沟、盐官沟，啊，到咱的金阁，吼，咱的金陵排水，这的排水系统一条，差不多每一个系统嘞，咱拢争取做侪预算，啊，这拢是真正要拍拼的。所以意义要伫遮，就是同咱布袋的乡亲讲，咱即届的选举，咱拜托大家，除了大小弟意义支持以外，我嘛希望大家爱支持咱的赖清德，因为民进党爱延续执政，安尼我直直欢迎，我就有迄个气力替咱地方拍拼。蔡宜布因为布袋镇争取排水设施整治，兴建盐官沟水质净化厂，交通方面也争取龙江桥和乌龙桥的整建，并且佫争取到布袋上港连外道路13.6亿的经费，也拍拼咧推动海线观光，加强观光产业。陈冠廷讲，伊担任行政院政务顾问，争取营运物价，提悬劳农年金，每两冬检讨一遍。陈冠廷嘛提出争取设置农业科技园区的政见，为嘉义县带入科技产业，开拓无限的可能。记者黄美嘉，嘉义县陈伯德。